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有朋友说用什么泰塔斯？泰塔斯原金那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但是你们想看，那我们也试一下啊。瓜牛哥说的这个泰塔斯好像也挺厉害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试一下啊。现在泰塔斯只有63级，而且他这个变身器给的不是很好啊，双攻击给他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吧，给他个双攻击的啊。这是什么呀？好的，我们泰塔斯要来啊。我不知道泰塔斯能不能行啊，泰塔斯不行我们就用以前的老平民型英雄巴尔坦啊。刚才也有粉丝刷巴尔坦，巴尔坦我感觉也打得很吃亏，但是他有可能会打过啊。你看这什么都没有啊，空空荡荡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空空荡荡的去啊，做试验嘛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反正今天五通噩梦绝对搞定啊，绝对 OK。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泰迦啊，是优先所有噩梦通关的一个选手。这里不是还有女王吗？可以秒杀。这里还有老平民型英雄，还很多可以打过他的啊。不过我们首先粉丝想看啊，泰塔斯，我们试一波泰塔斯能不能行啊，能不能行。好的，泰塔斯已经准备就绪。支持他的朋友们双击屏幕点赞，评论区打满66。 OK， 泰塔斯63级请求出战，还没有做他的羁绊和非常重要的原金啊。来先开个大试一下效果。完了，我感觉不行啊，打不出来伤害呀。朋友们，这一波大招都没有打出来伤害的话，那这个其他的技能倒是给出伤害了啊，我感觉有戏耶。朋友们，这泰塔斯63级，你看你不去中间的吗？啊，他跟我硬怼了这个水魔王兽。还好我们有两个无敌技能啊，我不知道三技能是不是无敌的，反正和四是无敌的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丢一个三技能，开火车不好用啊，开火车这个原地开不好开啊。完了，我们的血没了呀，我发现血量跟不上啊，伤害还行啊，朋友们伤害还行过得去，但是我们这个血没了呀，我凉了啊，打了这么多血走了，这血量不行啊，血量不行。不行啊，不行，估计还是等级和原金太低的原因，但是他是有可能打过的啊，有可能打过的，他是有那个打过的前景啊，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